贫僧法号慧远，好身手。刚才那两下不算，我们再来过几招。嗯，好。慧远，回来。你接招就是接受了我们的挑战。如果你再不出手，那么就是小看我们这些人。对，放心吧。难道我童成金不值得你们受人出手吗？ 贫僧绝无此意，我师父已经说过了，少林绝不会接受挑战的。哼，少废话，接招吧！哎呀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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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原来这就是达摩传下来的少林功夫，我看不过如此，别人说达摩祖师的功夫高强，我看大概也是这样窝囊。大不赢就跑！大胆狂徒，敢在佛门面前放肆污蔑我达摩祖师，看招！少林金钟罩！哇！金钟！佛门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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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我董天金不服，我会回来算这个账的。大师兄打得好，穿山甲前来请教。大师兄，你别来了，换我来。 师兄好像奈何不了他，怕是要吃亏了。那我们上吧。哎，那小子，你看，好像穿了一件铁甲衣。啊，那怎么办？看看再说。 快！
说吧，打蛇就得打七寸。废话少说，马后炮。少林佛门棍，呀！多有得罪了，气死我了！大家一起杀，杀了他！啊啊、不要惊慌，师傅。我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哎，走了走了走了、我们路途遥远，赶路消费体力，比不上你们以逸待劳，这不公平。我们明日再战。明日再战。明日再战当然可以，但是请你们说出今天你们到少林寺索要何人？要等上了少林之后才可说出。为何？你没必要知道那么多。弟兄们，我们走。走。二师兄，我一直想不明白，咱们少林与江湖上素无瓜葛，为什么这次……别想了，不是快到家了吗？啊、哦，可不是嘛，总算到家了。天天在寺里不觉得，这次出去才几天，还挺想他们呢。俗家人呢，以老婆孩子为家；咱出家人呢，以寺院为家。咱们这份感情啊，红尘的俗人是体会不到的。渴死我了，到哪儿找碗水喝？哎，前面有户人家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我们是少林寺的僧人，走累了，换碗水喝。孩儿他娘，给客人上茶。两位客人，里边请。多谢施主。三弟，当心，别烫着了。啊？不烫，喝吧。过路的人多，我专门晾的凉开水。哎，三弟，三弟，哎呀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又没人跟你抢，这样喝呀，对身体可不好啊。还是先坐着歇会儿，晾晾身上的汗，待会儿再喝，这样才解渴呀。放心吧，咱家别的没有，要喝水还是能管你们喝够的。哎，渴死我了！怎么了？你干什么？我看见你碗里好像有一只苍蝇，喝下去会生病的。咱是找人讨水喝，还穷讲究个啥呀？你看，多可惜呀！
麻烦你再给我们盛两碗好吗？没关系，我再去添点儿，喝好了再赶路。你看他们的眼神，不觉得眼熟吗？昨晚那两个男女，好像就是他们。啊？哦，我还真没看出来，你怎么不早说？说什么都晚了，咱们赶紧走，赶快运用内功把毒逼出来，装作什么事也没有，一定别让他们看出什么来。啊？慌什么？我刚提了水，再喝点。啊，不了，我们赶路要紧。和尚，太不通情理，老子招待你们喝水，连个谢字都不说就想走啊！多谢施主，谢晚了。哼，倒！你也给我倒！小护儿，咱们这件事，千万不能让那些狗江湖知道。都是一群见利忘义的主。说的是，英雄所见略同。他们还有一个多时辰才能醒过来，你赶紧去报告。赏钱领不领没关系，先把解药要过来，省得你受苦。看着你受苦，我这心里就……既然你这么心疼我，为什么你不去？让我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，身如险境，你就放心？我是担心，如果他们两个醒过来，你对付不了。那好，我去。小胡儿，路上小心。老仙儿，我真不愿意离开你。三弟，三弟，快醒醒，醒醒啊！三弟，醒醒！三弟，快！老仙儿，我也不放心你啊。要是你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叫我怎么活呀？说的什么话？我南诏古仙闯荡江湖几十年，怕过谁？还会怕两个昏死的小和尚？笑话！去吧，快去快回。昨天晚上果然是你们。正是，昨晚没有杀了你们，今天你们又跑来送死，就别怪我出手无情了。我少林与你们何冤何仇？为何苦苦追杀？还请给个明示。冤仇的事与我们无关，我们只是受人之托，快来送死吧。还啰嗦什么？灭了他们！你到底什么人？爷爷就是南诏古仙，怎么，你没有听说过？这么说，爷爷的这根骨鞭你也没有见过了。好狠毒的鞭子！告诉你，这是用人的骨头做的鞭子。姑奶奶雪地白狐。雪地白狐？我看你是雪地白鬼。哼，你觉得爷爷这骨鞭耍得怎么样？用人骨做器也是邪恶，做事耍得再好也是枉然。你不觉得我这招招毒辣吗？
可惜是一条毫无生命力的鞭子。